今天注定要加鸡腿的。看这个葱花，剁牛啊，剁老辣，这小花，小精品，多漂亮！哎呀，挺漂亮的。带土球一定要挖带土球。好嘞。这个泥又硬又实，拿锄头都挖不了，太硬了。这个挖到这样应该差不多了吧？应该差不多了。哎，小心一点。能不能吃鸡腿就看它了。哇，起来啦！哦，我操！妈呀！这鸡腿没了。哇！提根了。提根。啊。还挖吗？不挖它吧。挖回去吧，不要挖了，让它挖回去能活。哦，葱花挺好活的哦。是啊，葱花能活。那就挖吧。这个，哇，好有意境啊！根芋，还有小花，哇，好有意境啊！啊，没有汤，没有了，没有汤喝了，没信心了，走了。啊，这又挖了一颗龙子茉莉，满山鲜，这个够牛吧？一个提根啊，这一颗就是真正的小精品。还有这一颗桃金莲，还有这颗桃金莲也是一个牛逼货，今天两颗牛逼货，其他这些呢就普通了，像这种就普通了，这种就稍微普通一些。这种也带土球，但是就普通一些，就只搞了两颗精品。这个做悬崖也行，哇，好牛逼啊，真的好牛逼！我都没挖过这么牛逼的龙子茉莉，第一次，还带土球，最主要的还带土球。